不喜欢的人向你表达吗？你一般怎么办？委婉拒绝，那是我有男朋友了。我会直接拒绝，我就说我可能不太喜欢你，就不要耽误人家时间。那去年陪你一起跨年的人还在吗？不在了。在。不在了。我去年在家跨的。你是哪个专业的？我是乘务专业的。乘务专业，你呢？哦，我和他一样。哦，你们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？跟普通女生一样，都喜欢帅的。就每个女生都首先都会看颜值的。觉得学历也很重要。如果有一个学历高的，长得不咋，有一个学历低的，但是他颜值比较高，你会怎么选呢？我不选。为什么？因为颜值很高但学历低啊，长得不太 OK， 学历很高我觉得也不行，因为跟他在一起的话我会很不开心。如果蔡徐坤啊比较年轻又没什么钱，你会愿意陪他一起奋斗呢，还是说会选一个条件比较好的比较优越的这样一个男生？选有钱的。蔡徐坤又不香了吗？如果是蔡徐坤的话那就行，但如果不是蔡徐坤的话就选有钱的。